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明浩。万圣节到了，先给大家录一个 Vlog， 其实就是想分享给大家如何在万圣节可以制作出比较有意思的照片。那现在我们开始吧。Part One。首先呢，要先给自己支棱一个发型，毕竟我的副业托尼猴不是白干的，对吧 ？Part Two。然后呢，就是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 pose， 主要是这个 pose 吧，它得好玩，得应景。吓人啊！你鬼似的！你这样不挺萌的吗？你怎么还一只眼睁一只眼闭呢 ？wink。人就那个就 wink。会 wink 的鬼。八爪鱼。Part Three。为啥是一个光？我觉得有这个光是好的。坐在那上面，坐在那，坐。来睡下，这儿管，这儿打好点。Part Four。买家秀，卖家秀怎么虚的那么大？我看看是不是少了个胳膊？少胳膊也无所谓了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前面第一张得帅。第一张得帅。基本款有了以后呢，我觉得还是差点意思，所以我尝试的加了个帽子。大家也可以试试加一些外挂，让镜子里的自己跟前景的自己有一些区别。Lucy， 奶凶奶凶的，怎么？你就不能故意那什么？你就得那种窥视的那种感觉。是的，哎，不是为了好玩吗？哎呀，还讲戏呢。如果道具不够出彩的话，可以靠化妆来凑。我想给自己加一些血迹，但是因为定格的时间有限，所以我就自己随便画了几笔。Lucy， 我觉得你没整明白。我装的很明白，那我没整明白。2000 years later， 加入了双臂的那组，看着我高涨。哦，我给你收。